你女朋友身体哪个部位最性感？腿吧。怎么性感？这个问题不能播。女生有没有什么怪癖？什么怪癖啊？对，好像没有吧，怪癖都是我。你们别看他现在就是呆呆的，其实他私底下很主动的。男生你私底下是怎么主动的？平时没事让他跳个舞。那我问一下女生，你男朋友身体的哪个部位最吸引你？腰吧。你这个话，这个是能播的吗？你们现在有见过家长吗？见过了呀，上周末带他回家了，他还给我奶奶洗头来着。我奶奶快80岁了，然后说第一次说洗头那么舒服。奶奶行动不方便，能帮上忙的话挺好的。你父母是怎么看待他的这份工作的？他现在已经就是升职了嘛，现在是那个烫染师。平时我们出去约会的话，他也会每天都把我的头发弄得很漂亮。他也给我妈就是做过发型嘛，我妈也觉得很好看。然后我爸的话就是说，等我回国了，他会让我们开一家自己的小店。现在水平不够，我还得继续努力。能遇到这么好的女朋友，你同事应该都很羡慕你吧？没事啊，我让他们在暖聊上也找女朋友啊。对了，听说那个刘哥他女朋友就是在暖聊上找的。我听说还小他6岁呢，刚谈了2天就出来见面了。暖聊新出的定制女友功能啊，只需要选择你喜欢的类型，不管是皮肤白腿长的御姐风格，声音甜爱粘人的萝莉风格，系统啊在5到10公里内精准帮你匹配出你的理想型。我就帮大家把暖聊放在左下角咯。那等一下你们准备去干嘛？当然是去约会啊。那晚上可以奖励我一下吗？看你表现了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你把麦给我吧。